个人刚原本不想要起来吃早餐。你们先关掉嘿，我还要穿衣服，走吧。嗨大家，你怎么敢露脸啊？我们真的会去吃早餐哎，好难得。好累啊、哦！这个人原本不想起来，好丑。太没救了，哇塞！早安，我们现在呢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行李放到寄物柜，希望这次不会出意外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去吃东西，吃完东西去美术馆。大家不要搞错喽，不是市立美术馆，是另外一个美术馆。这两个差在哪里啊？两个不同的美术馆。哦，都是嘉义的美术馆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我们已经寄放完行李了，然后现在要先去买郁香屋。我之前来的时候都没喝到，因为每次都排超多人，希望今天人少一点。啊，买完饮料之后再去吃东西。吃什么？林聪明砂锅鱼头，你吃过吗？没有。你说是高雄比较有名的那个吗？是这里的、啊、哦，是哦。对，会不会是高雄？他好像开到高雄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已经买到了，今天只花了五分钟。上次看大家排队，应该要排一两个小时吧，我猜。对，他平常真的人超多，而且我记得他人多的时候排队是这样，就是他会先帮你点好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有人说可以打电话来订，然后再拿、哦哦。然后我点这个是他们的招牌葡萄柚绿茶，我点的是柳丁绿，我的最爱。抢到，是抢到。哎、欸，那很好喝哎、欸，你刚好奶奶哦。哎、欸，我甚至觉得你这个。比我最好喝，是是，因为这个有点酸，我不喜欢太酸、它有点酸，然后这个蛮甜的，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喝甜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点，而且还会帮我们免费加话梅，超划算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清爽，然后蛮新鲜的一个饮料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排一两个小时的话，我可能真的会，对，如果要排一两个小时，我可能真的会想说算了，我去喝别间，是不是、嗯？可是我觉得它就是类似像大院子那种主打新鲜水果的饮料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林聪明砂锅鱼头了。我们现在特别找了一个小巷子讲话，因为外面施工超大声的。他是我们要去吃林聪明，然后他是林芬兰。哦 ，fresh 好，我要离开这个小巷子。我们走一走，然后发现这边有分店哎、欸。就在这里。哇塞！哇，好多料。有吗？我剥的怎么样？超级辣。我们点这个是鱼头加砂锅，然后酱汁是两到三人份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超多的哎、欸。对啊，这鱼头有点太大了。超大。然后我们还吃鱼眼睛哦。敢啊！以前会小时候会抢着吃鱼眼睛哎、欸。我们还点了一个鸡肉饭跟白饭，看起来超级好吃的。我好饿。好，开动。好。为什么我家一碗面加的白饭加用蒸的？怕你吃太多。不够吗？不够。它里面所有东西都好多味。天哪，这太好吃了吧！很好吃吧？它味道很够，而且很香，这是一个我没吃过的味道。白菜卤，我觉得三妈的砂锅鱼头比较熟。谁会拿三妈跟他比呀、啊？傻眼！我跟大家说，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刚乱说，我们刚在一个公车站就等公车，要去他所谓的那一个美术馆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嘉义的观众就走过来要跟我们就是合照。
合照完之后，他就问我们要去哪里，我们就说我们要去一个东边的美术馆。他在扭捏试试。对，然后呢，他就跟我们说，扭捏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没听过东边有美术馆呢。”东边有美术馆，Google 跟我说的。然后后来，反正我们就沟通很久之后，他就给我看那个外观，他说是这个吗？然后他就说：“对对对，是这个。”然后那个女生就说：“这个就是在火车站那个市立美术馆呐。”然后他就傻眼了，他就想说：“哈？”是同一个吗？还不是耶、欸、你在乱讲，你在讲。嘉义只有一个市立美术馆，大家回去看开头，他跟我说什么？西区也有一个美术馆 ，Google 上面真的有写是东区。啊，对，东区这也是西区。好，反正超雷的，超雷的，等于我们刚刚从到底都要去一个不存在的美术馆。我跟你讲，大家乱听，不要听他乱讲。我太错路了，又怎样？不是带错路，是你以为有一个不存在的美术馆。而且我一开始早上还跟大家说是这个市立的吗，他说不是啊，不一样图书，不一样的美术馆。最重要是我们在那个公车站牌等车等了30分钟。而且两个人过来跟我们讲话聊天都说没听过那个东区的那个美术馆。别讲图书馆啊，好雷哦。哎、欸、我不行了，我要笑死了。好了，大家来嘉义的话，记得哦，就是一个唯一认证火车旁边的美术馆。没错，只有这个，只有这个。大家不要跟他一样搞错了，太危险了，这个太危险了。全嘉义唯一美术馆，你到底要讲几次？我觉得美术馆真的是太好逛了，美术馆里面超漂亮的、欸、漂亮到疯掉。从这边要干嘛？那我跟大家讲一个俚语。好的。你知道就是白痴的妈妈帮白痴开门，大家猜猜看，给你们3秒钟。我要公布答案了，都在下面留言。就现在不公布答案。不公布答案，好，明天再跟大家说。大家一定是，大家如果想到的话，他就会赞助你们。讲完了，赞助你们什么？你还在想的？你讲完了吗？你白痴到家了。嗨，大家，我们刚刚已经去完美术馆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去吃冰，吃什么冰呢？我要吃咱台湾人的冰。哎、哦欸，怎么样？冰？不然怎么讲？你不给我、啊？开始结巴。那我的台语差不多就是这样程度。冰哦、喔，就是冰哦、喔，嘿啦，咱台湾人的冰，走。Spend my time running around, keeping people pleased. But this is my favorite holiday. It's a. 大家看一下这个冰，跟我的脸一样大。那也太划算了吧！好呀哦。我发现我们两个都吃过这一间，然后我们这次吃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之前吃过的，然后你也吃过对不对？沙林聪明砂锅鱼头我没吃。哦，林聪明是我吃过，然后玉香屋是你喝过。对，哇，现在是在玩玉香屋，我喝的林聪明，我吃的。
你有看过这节目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？这谁知道？天才向前冲哎、欸！是康复社队玩的东西。哦，是哦。炼乳，我家的。好烦哦！继续啊。衣服，衣服。好奇怪啊！我最喜欢吃紫米，就像他点粉桂粉，就像他点 fuck， 就像他点粉桂，粉桂吧，粉桂，粉粉桂是粉桂吧？对啊，随便。哎、欸，他一直在教我台语哦，这两天。粉桂，他自己也超烂的。没有，我只是戴牙套讲话不太清楚而已。就像粉桂，我也不吃一样。爽爽。你要加什么料？哎、欸，前面怎么唱？红豆，大红豆，紫米，地瓜圆。哦。唰唰唰唰唰，你要加什么料？红豆。你要讲我们加的东西，再次。五六七八，紫米。我们没有加红。开始。五六七八，紫米。芋圆、地瓜，不准吃我的料。我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们来夜市吃郭家鸡肉饭，很晃。有拍到，有拍到你差点滑倒。惊死！这是你这次第几个鸡肉饭呢？第三，哎、欸，第三碗，第四碗。是吗？我们昨天宵夜也吃的是鸡肉饭，然后今天他砂锅鱼头也吃鸡肉饭。哦，那是吃第三碗哦，第三碗，我才第二碗而已，鸡到不行，机不可失。嗯，然后还点了那个机不可失嘉义鸡肉饭，什么东西？好，我还点了那个龟亚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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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龟亚汤。好，我是台语，也是没有很好、啊。哇，胡椒粉非常多，你加错了，超雷。哎、欸，蛮好吃的、哦。原来龟啊汤是这个龟啊、欸，哎，什么？这是那个蛙龟的那种吧？是哦，因为一般的龟啊，应该是我以为是板条哎、欸。虽然蛙龟是好吃的，可是我没有想过会拿来加汤的。嗯，这鸡肉饭好吃。真的吗？嗯。你在看那个龟啊？汤蛮好喝的。哎、欸，你这家鸡肉饭很好吃哎、欸，是不是今天吃到最好吃的？嗯。那再怎么好吃，你胡椒还是加太多了。我以为就是因为胡椒多才好吃、欸。这家好吃。龟。我上次好像吃民主，我觉得还好，但我觉得这家好吃。哪一家？你吃过民主吗？民主鸡肉饭。数，没有，先不要装懂。他刚说民族鸡肉饭，我说哦不是。老头啊啦，你今天来今天要老你先。我们买了一串麻辣，它闻起来是一个四川火锅的味道。看着冻的冻的。终于吃到，就是你每次在讲那个麻辣蛋。我刚才说。哇塞！要吃一个乒乓球。我跟人吃的都是连锁的，然后这间是不是连锁的？大家来猜他在讲什么？你要吃掉最后一颗？割爱给他，超好吃，比我吃过的所有麻辣鱼蛋都好吃。麻辣鱼蛋好烫哦。因为我之前吃的都是连锁那一间，大家应该知道鱼蛋小铺、嗯，但这间它应该不是连锁的，我猜啦。哎，它的汤头很认真的准备，嗯，就很像正在吃麻辣锅那种感觉，好吃，辣死了！我要去买饮料。对，来夜市就是要喝饮料，好像变成在拍某一个加夜市特夜市影片一样。那我们今天没办法吃那么多，因为我们要鸡肉饭路跑。没有。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次这两天的影片很不 vlogmas， 就是你都变得很像什么？很像夜市系列，小吃系列。因为我们狂吃啊，没办法，去喝饮料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我们喝什么。他刚看到一个招牌，上面写椰子奶茶，然后说要不要喝喝看。要一杯椰子奶茶。谢谢。很像椰奶哦，很像椰奶，但
你喝得出它是新鲜的椰子汁。天哪，我要喝。因为椰奶是很假的味道，它不是。你们喝看。好屌、哦。你们，你喝喝看，你们喝喝看吗？他们可能没办法，大家喝看。很酷哎、欸。是喝得出是椰子。哎，这家很厉害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喝喝看。帅阿公的店。帅阿公的传统饮料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喝过这种椰奶、欸。哦，它是真正的椰子汁，它是对，然后加牛奶，是牛奶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很像早餐店的奶，是牛奶吗？奶精奶之类的，但我觉得超好喝的、欸，很特别，推、啊。我喝到好屌的饮料、哦。嗨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在嘉义转运站的这个按摩椅这边，然后我一直抖，手一直抖，好，那。那我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我们等一下就要搭九点的车回台北了。我们先按摩一下，因为这两天走太多路了，这太荒谬了。这个今天就用这个抖抖抖抖抖抖抖跟大家说拜拜。好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